有一天，我非常的痛苦，因为我一生不贪不处，我非常的痛苦。我就甲志东哥讲，打电话是啥物人接，我唔知影啥人啦吼，因为我这万八无几个人啦吼，你都知影说啦，要捌啥物人，捌朱伟啦，啊朱伟就无伫遐。我甲伊讲，爱开一个记者会，袂使带动中山的里长，规个拢互叫去侮辱出来安尼。真正投诉无门啦！我等下一礼拜，我拢足痛苦。我对无民进党，行到有民进党，行到一公斤，我会使讲，拢是伫个基层咧行。我即摆想着讲，阿扁啊，你做市长、做总统的时阵，迄个舞台是安尼，站到用咧倒去啦。但是阿扁啊，伫龙安来，我有招人讲行来看阿扁啊，无人要去，我家己就去。所以我伫个遮讲，民进党若要甲阿扁啊切割，我甲你讲，爬袂起来，连我拢爬袂起来，无你甲听我有影无影？我讲的是事实，因为我伫基层，所有基层拢甲我反映，讲你民进党哦，敢若唔救阿扁啊，无效啊啦，无救啊啦，所以我放弃，我足侪党员票仓无够缴，就是安尼来。我以前怎啊为着民进党，为着立委选举剪掉一竿竿，就要来掠我，咱王议员怎啊甲我做证？我吼选举我家己也好，剪掉嘛是要来掠我。我真可怜嘞，我是一个老人啊，一个乌目屎。我为着民进党，我会使讲吼，敢若潇洒好嘞。我捌曾经闹十几台游览车，当然不是我开钱，别人开钱。我一直叫，一直讲，孔子庙我一世人拢叫人团队讲一定爱参加，牵手也好，创也好，我不是伫遮讨人情，因为我做台湾心的，我爱台湾，所以我伫遮吼要甲咱民进党讲，基层里长非常的薄弱，袂使让里长安尼。直接剪掉出来，安尼偌可怜嘞！敢若做歹代志安尼，隔天刚报纸拢甲你刊了啦。疑似贿选里长，我听着电话我嘛足艰苦。我本身嘛参加西雅会嘞，我去西雅会内底甲讲，你另外恁是安怎拢有刊报纸？好啊，隔几工啊，隔选完啊，迄个剪掉吼，讲叫我去领迄罐酒啦吼。我讲我不爱滴啊啦，我搁坐计程车去到遐，我这个人出门拢坐计程车，我无袂好啦。迄罐酒听讲三百几块啦。我要讲的就是讲吼，唔通安尼吼，我是卡起吼，咱伊甲讲啊无代志就好啊，吼咱市中无上进个，我唔知啊，无代志就好啊，啊确实有影无代志，我都无做歹代志，要哪有代志？吼，第一只吼我真正讲吼，以后吼不管咱哪里长有啥物诉求吼，啊拜托吼咱中央爱帮忙。啊！而且我足肯定，阮台东中山选出来议员，确实拢足认真诶。就是，你看台东中山有法度调遮侪里长，表示议员对遮里长帮忙嘛真多，真侪啦吼。啊，里长咧对议员嘛是啊，看人顾着规定人吼。即吼，伫遮最歹势啦。我即人有话就讲啥物话啦吼。啊，伫遮我敢若较不乱伫遐呢。谢谢大家，多谢。